陳志全議員。多謝主席。我要補充些少是關於剛才上一部分，我支持陳偉業議員修正案編號25總目21行政長官辦公室以決為削減分目000而將總目21削減261萬元。這261萬元就相等於是政府新聞統籌專員的一年開支。在這裏我要削他，我先 再三解釋清楚，這261萬元是包括有218萬就是他的年薪，43萬就是他的津貼。我想香港小市民聽到馮偉光拿261萬都是應該支持我們這個修正案。而且新聞統籌專員每年可以享有22日有薪的假期。其實剛才我已經舉了例子，包括引述鍾樹根議員對藝發局選舉混亂的批評，之後我還有少少補充，就是這位新聞統籌專員又被我們的同事自由黨的田北俊發現，他以筆名金鐘人在報章撰文，就此有記者向政府查詢，問什麼呢？問馮偉光有沒有收稿費，會不會調查馮偉光此舉有沒有違規。但是特首辦常任秘書長劉炎就說，曾就此跟馮偉光用書面溝通，只沒有資料顯示馮偉光有問題。其實又是百非所問，迴避問題。但是根據公務員守則所指，公務員若以私人身份在報章或雜誌上發表文章，而有關發表涉及報酬，該人員需事先向所屬的部門首長是申請從事有薪外間工作。但是特首辦今次呢是低調處理，亦都呢不肯去回應馮偉光是否違規，個手法呢是非常之鬼鼠。其實光明正大，如果你有一個申報機制，你在報紙寫文都沒有說公務員不寫得文的，是吧？這些問責官員不寫得文的。但是馮偉光的最大問題就是他用筆名寫文，本來用筆名寫文呢，都很多人用筆名寫文都未必很大問題，但衰在他的筆名寫文又被人發現了田生神通廣大發現了寫的文又是一些打手式的文章。所以最大的問題呢，為什麼要削他呢？就是他公關技巧實在太差了，即是用筆名寫文又被人發現了咁食一見微知著一件咁細微嘅事，就睇到呢位馮先生呢係好難勝任新聞統籌專員一職。所以請各位支持第25號嘅修正案，削減261萬。每次講呢個數字我哋個心都硬硬地，即係我哋啲所謂尊貴議員啦，究竟年薪年酬一年嘅酬勞係幾多？馮偉光261萬。好，這個環節暫告一段落，跟住呢我會講跳去離開這個特首辦，去呢講一講一些紀律部隊。我呢想就黃毓民議員提出就總目45消防署，他修正案編號呢表決編號呢是192，以決為削減分目000，將總目45削減182萬8千元，即削減大約相當於消防署就加強支援、增加土地供應開設的五個職位的薪酬開支預算。嗱，我哋睇翻今次喺呢一部分管治政制發展同地區行政裏面，保安事務各大紀律部隊部門呢都有被削減開支，唯獨消防署呢只有一項是被削減，就是我剛才提出修正編號192，是黃毓民議員提出的。
其實消防處在紀律部隊裏面，以形象來說，消防處是排第一的，那個民望、支持度是排第一。亦都因為它的工作性質，因為是救急扶危，就跟其他紀律部隊比較，是相對較少跟市民是產生很大的衝突，所以它的支持度亦是比較高，而且消防員的形象一向都是比較好。但是這樣就不代表它整個編制、整個運作、整個行政是沒有問題。我想雖然黃議員未發言，我都很想希望聽聽他去說為什麼會是削減這個是加強支援增加土地供應開設的五個職位的薪酬。以我估計呢，其實可能都只不過是一個象徵式，而不想呢是向消防處呢是開刀削減太多的開支。但呢我就覺得因為就這個削減呢，我都希望大家支持，就是要正視近年消防處出現的一些管治問題。那我這一節其實想向大家交代消防處的管治問題，而消防處近年的醜聞是都非常之多，曾經多次錯誤購入裝備，最近又被審計署61號報告書批評巡查樓宇的進度回慢。消防處內部最近曾經討論應不應該空降一些政務官，即是我們俗稱的 AO 呢，是任消防處長，以整頓消防處。香港消防處救護員會是表示贊成，已經成立專責小組是研究如何推動。消防處面對更大的問題呢，可能是面對旗下救護人員的問題。因為一直以來呢，消防處都被人指是厚此薄彼，就厚消防是薄救護。其實我們看回個總目，消防處其實除了救火的消防員，其實旗下的救護人員都是消防處所管轄的。消防處救護員早已長年不滿處方抱持那種叫做大消防主義，處理消防和救護的編制那裡是出現一個很嚴重的傾斜。香港消防處救護員在2013年，即是上年的12月31日，致會員的特別通告中提到多項指控，指處方長期以欺上瞞下的手法去打壓救護員，這個指控非常嚴重，而且他們有一個集體的行動，是呼籲他們會員在今年1月20日是有一個大型的抗爭的。對於救護員會的指控，消防處的反應當然說感到非常失望，而他們所發出的新聞稿就批評消防處繼續拖延救護員爭取合理的用膳時間等訴求，是冷漠無情和大消防主義，直指再向處方要爭取合理的權益。但他們覺得是與虎謀皮，已經去信行政長官梁振英，要求將救護員職系是脫離消防處，成立獨立的紀律部隊，以解決救護職系和消防處長期的紛爭和不公平的現象。剛才說的今年1月20日就有過千個休班的救護人員，因為不滿長期受到消防處的壓榨，參與大規模的示威遊行。不過消防處就傳媒對有關遊行的查詢，消防處表示對救護員的行動感到遺憾，呼籲該會是保持克制，繼續跟管方協商和保持溝通。當局以高姿態發出這個遺憾的聲明，亦都對於很多前線的救護人員的士氣是帶來很大的打擊。根據財政預算案中總目45消防處綱領3救護服務所引，2014至2015年度的撥款較2013至2014年度的修訂預算是增加了1.014億元的比率，是 7.6%， 主要是由於要增加65個職位，
填補職位空缺所需的額外撥款、運作開支增加，以及呢是非經營帳目項目所需的現金流增加。大家可以睇返嗰個我哋嗰本電話簿咁大嗰本呢，217頁。至於新增呢65個職位係咪能夠足以回應前線救護人員嘅訴求呢？不過若就呢個綱領下所列舉嘅2014至15年度需要特別留意的事項，大家知道，如果大家有細心看我們那本總目裏面，除了有數字之外，它每一個數字下面分析都有一段叫做特別留意事項，就是說來年，即是這個財政年度，他們拿了這個撥款回來會希望做的事呢，是沒有明確表示對救護人員，即是剛才我指除了消防隊救護人員那邊的福利的關注的。主席，由於我看到黃國興議員不在會場，這個會場也是少過10個人，所以希望點算法定人數。我秘書點